野外采捕回来到了市场，到了你们在家里面看到的漂亮的海水分长，大概95%都会死掉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些全部通通都是氧，叫做全生命周期的氧繁殖。它就是可以从你从成鱼，然后产卵，然后到孵育、孵化变成小鱼苗，然后一路养养养到大，然后可以再繁殖。这个产值多高？你知道吗？这一只啊，这一只黄的那一只，黄的、蓝的、白的那一只，那一只3万。那所以现在我们基隆要发展一个新的产业，就是海水观赏鱼的繁殖跟销售的基地。那一只一年，一只40尺的货柜，它一年的产值是1200万。一个，它的那个利润率是多少？600。OK， 5成。5成 ，Yeah。OK， 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要进一步发展的。